新北市五股区的水队里活动中心每周六早上定期都会办理欢乐唱活动，里民可以在这边依序尽情欢唱，下午呢则是由专业的老师来教导学员们歌唱，进一步提升歌唱的水准，同时更增加享受歌唱的乐趣。活动中心传出一句句优雅动听的歌声，这是五股水队里歌唱班。里长邱江勇指出，每周六上午定期办理欢乐唱，里民可以在这里依序尽情欢唱，下午则由专业的老师教导学员歌唱，进一步提升歌唱水准。由于相当受到民众喜爱，成立当天就已额满。早上是欢乐唱，下午的班是由老师来教导我们来歌唱，然后进一步提高我们那个歌唱的水准由于大家的喜欢现在一个班都是额满的。里长邱江勇表示，借由专业老师的引导，学员可以了解个人声音特质，掌握个人适合音域，连接正确呼吸及发声法，唱出找到最吸引您的歌唱之路，同时更加享受歌唱的乐趣。我们的歌唱班带给我们一个欢乐的气氛，最主要是非常感谢我们七公所提供这个市民活动中心，让我们里面一个休闲正确的休闲正常的休闲活动。学员们在歌唱班可以借由唱歌来纾解压力，并且以歌会友，增添生活乐趣，促进社区和谐。里长也很感谢公所让里内有这个好地方，提供社区民众做正当的休闲娱乐。记者胡宇轩五股采访报道。